去了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，你先出去了，现在要出去了，快点，好。哎，椅子往前推，那个走沙发往前推，沙发，哎，是那个桌子，桌子往前推一点，不是往前外面啊。哎，按了吗？按了，按了。Hello， 欢迎回来。好，我们终于搞定了这个问题了。啊，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个截取卡，对，截取卡。连续卡有点问题哦，刚才一直读不到东西哦，所以，好，现在我们马上就要来开始我们的团队之间的一个对抗赛啦。好 ，OK。今天要在紫色 OK 吗？所以我应该在这里。开玩笑。在那个还不错，如果你再往后面，你更好的线发过哎，这过来点，他只能一个人吧？不要，哎，只能给我一个。一个人先让吧。一个先，一个先哦。觉得还，你还想要继续吗？继续演。是啊。你要一直放在那边。好，我们就来选一个这个黑人。这个是人吗？Let's get competitive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是要玩那个 party game。没错。等一下。派对游戏。Two teams in a snappy sporting standoff。一队的。准备要开始了。好，先看一下 game。可以救赎一下。你准备。Teams need mascots. I'm sure we can find something appropriate. 随机的啊。好，我是独眼怪啊！独眼怪，你妈，你们已经输了，你现在直接投降。你先打死我，你没有得换。可以换哦。不要换，就小老鼠，就小老鼠，小老鼠了。拜托，不尊重这个机器的选择。打他的先啦，那我们要派谁？
一队要派谁？我们现在红色的先，蓝色先，蓝色先，高贵的先，等下派谁啊？谁要上？不要听主角，准备好情绪，不要放手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为什么要看到那边？太前面了，你后退一点，后退。不要教他让他输哦，这感觉很菜哦。会啊，会哈，是这个判断怪怪的哈。雷，你后退一点，你站太前面，站太前面了。我都跟你讲好久了，没有前面怪的，因为你太前面了。不要笑，不是大空贼啊，大空贼，不是大空贼，大小白分数的大口袋，没有没小康，小康前面的好牌。你知道吗？你在台前面的一直跟你说，我都不听。后退一点。我刚刚那个也是，我刚才上一场是这样，我发球过来，来来输的，就是靠我了，我有啊，我有啊。多球是谁？哎，红色，不接，直接不会打，不会打，但是这个我来了，没关系的，大家都没有，他写没写，就对打了，就对打了，给你哦，拼了，手举高，谢谢。哎，选手，选右边，右手，右手，来右手。先获得两分，所以呢，他抛球一分的多。你上去了？你们是老人？你们是老人复健会哦。两只吉祥物在老人复健。他就变矮了，耶！了，被吊了，被吊哎！养一小鹰啊，有网子啊，有谁？有谁？有网子啊！太爽了，太爽了！教练，西门说停你止态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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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太瞎了吧？哎，其实两场而已，后两场没有。后面如果你最后走穿的，如果说你最后追，最后追到最后追一场，加分，加分，那个加分，我丢！看习惯，看习惯。我们还是不会玩的，这个交给我了。就是那一步，脚步的。撩墙子，西门也输了。我在南特力量阿弟，他要压住，最后压住阿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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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阿弟来。让我，我跟你讲，来，我教你，我教你，我没有在教了，没有在教，马上上来。不要教练，来啊，扣分，扣分。哎呦，哎，不用了，哎，那个。不要，不是真的走，你看起来小孩刚就是跑，小孩刚真的跑，你要跑上屏幕，上屏幕，先跑步再直标枪，向右方一点，没有，没跑，没跑是没跑，没跑了，我觉得是你卡到，原地跑，有，你们是，我还没，这是教学，赢了，真的赢了，教学，这应该教学吧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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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妈的，没有，哎呀，被有人太近了，有人犯规，真的乱交，乱交，有人乱交，帮忙。蓝队犯规了，你们还能跑？你就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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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快到的时候丢出去就对了。你要先选手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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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，原地跑就好，原地跑就好。小孩起来就好了，小孩起来，小孩起来，快快快！丢丢！哇！快快快！零分，准备是什么烂选手？是什么考零分？你这摇摇手，没有，不要摇手，你比我们都赢，你就比我们都赢了。西蒙，我跟你讲。你就你直接按着走到面前，然后丢下去就好了。你随便丢就好了。丢出去就赢。你不要超线，只要丢出去就赢了。这好像晚了。
你就跑一跑到前面，然后有那个，哇！这次你随便玩啊，这次你可以自己挑战自己的记录啊。哇！快被射出场外了！太强了吧！哎、欸，这我们要取清单加分是的。零分还可以拿五十分，这样。他五十，可以取啊，可以平手。我要靠缆车啊！反正靠你了。保龄球，耶！保龄球，保龄球，谁可以来？谁可以来？你要保龄球吗？这我不太行哎。没关系啊，你好，这都是加分题啊。管他过来啊！好，不过来，不过来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就当你现在拿了球，我们下一道，他前面有条线，看你要，我是收起来，收起来，两边是吧？然后你看，然后你选，要左手，要选，要选，要选。然后你讲，反正他球，左手出来，拿球出线，你就一直丢出去，对。哎，转换他，来。我拿球上来，然后打不到啊，绿茶！刚才你都打不到，白痴！
拳王，恭喜拳王获胜。平手，平手，平手，没有我们赢了，我们加200分，你们没有平手，平手，平手，平手。这个人懒得，你知道你们办赢了吗？都在立后手还。我太懒了，没，我不想玩那个。我加100啊！我们差100、100啊！200、100，平手。哦。平手要干嘛？看来要在 A B A 决定中找。看到没有？在在 A B A 决定中找到了。优胜者是。来自拳王的最后一轮挑到拳击的时候，平手。我没有逆转，拳击加给我。平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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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玩那个哦，你就这样就好了。我刚才也是这样，换 A B A 嘛，换 A B A 嘛，来先有我们，好，那个 A B A 的，再来就，哎，再来是 A B A 跟我们，先打，先打，好，先打，很贵的，先看，然后先前进一个。再玩一次，再玩一次，我们不是可以选择吗？你要先打谁？我们先打洛队啊！啊，你们先打洛队是好。你在开玩笑，还是因为最后分数加减？你在开玩笑？你可以对不对？你要打洛队，你要打谁？你要打哪一队？你啊！哦对，你们打哪一队？看谁啊？你队长你说了算。刚刚分数加减，你的眼睛瞎了。到底要打哪一队啊？对不对？我打翻一个，好，所以 A B A 要打翻一个哈，来，你来，来你们来，曹总来，来，我们选红队啊，我们有，我们有差了，我们我要跟你们家干嘛？没有，我先准备休息啊。等下，这个人要站这边，然后这个人站这边，不要跳落这个。你现在准备休息，准备配合出来。手机高，开始。等下，手球啊，没球，加球了。双手，头，好，变态，头，那一个人，球也太好笑了。手，这个手，头搞不光了。这手，我知道，让我先踢。太过来了，因为你还记得，
只手，一只手。好，快点！哦，朝向！哇！要回应吗？
真的很费，过肌肉，过肌肉，基本上是最强的。他内容，哎，基本上是我姐，左手穿。不要测试，谁知道？下次不要再过。新闻都下次了，不要下次了，不要不要小心上，不要小心上。看你也太骄傲了！没有，哇！他在睡啊，你打不打？哎，不要说吃兵吧！我到现在还是第一小班的。我这时候有胜负哦。Begins!
Yes, it's one of the players from the Spurs. Keep going, see you at the alley. 好，你球谁啊？第二 A P 就好了。没有人会，就是我来啦。下午有给你特训哦。Team player, you go first. Show us something good. 一次击打哦。哦，要走。下午有保龄球特训哦。一次哦。一次哦。打过保龄球吗？这很难。转度啊，转度啊，这算难的。这是准度了，来，请说。哦，有。哦。哎，你不要转啊！要转要飞天球的感觉。对吧？超歪，太难了啦！那你至少打到二零吧。你没命的，你没命的。你没中，太瞎了。Thank you.
傻眼了。一对一的，这题不算吧？你跑过去啊！西文找我，球过来你跑过来。Great set！ 我要挡啊！大姐，有啊有啊，练吧。Let's see how it affects the scores. Keep them coming. Next round on the way. It's socce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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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It's我是蓝色哦，这是无敌的吧？哎，完了，开头了，哎，我要反应就不够了，反正两个，快一点啊，浩克，扯一个，快不快？哎，进精华，我很厉害啊，哎，他后面太快了，我怎么知道？后面很快啊，后面很快，他怕你这样子玩三小时。Step up, red team player. It's time to earn some points.来个标枪吧，大哥！哦，跳远！阿健，我只能前几的，你跟你讲，这个刚刚跟那标枪一样，好好好，往前跳一下，不要超线，注意不要超线，往上跳，往上跳，原地跳，跳远就是往上跳，你就往上跳，你就往下跳，你要跳上去跳啊，好快点啊，他先跳，脚就要先跳。太小跳了，你在乱指挥，再晚一点跳，再晚一点跳。跳的时候那个角度有差，我就说。来，认真了，认真，慢动作。哇！一次而已吧，好，真的不要穿衣服就好，真的节奏差。然后你手势要给我。好的，啊！还好。
跳跳跳跳啊！有啊！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西门根本是玩这游戏的天才啊！一个瞎跳就不一个瞎跳就赢了。是贝克与小汪的那一段吗？对啊，按摩。喂。
来，有听到？哎，有声音啊，那个我要问绿茶。哎，绿茶，吓死我了！我求你们不要再问。你可能要跟导播哥讲一下，看到那种图是皮带的就不要按。我觉得他是故意接的，我神经病。好，来嘿，请说。喂，就是今天 match 很突然的咕噜猫退出了，然后我之前看你跟他对线好像都不太好打，然后想要问你有没有？你想想他会觉得妈咕噜猫哎，这不是台客吗？嗨，你好。喂，安安。安安，台客。台客。我要询问对经理浩克。好你们这次去大陆深圳啊？那边这可以问吗？你确定这边可以问吗？来，下一个问题。哦，那优弟最喜欢养猫吗？养猫吗？小猫咪。猫其实是一个蛮可爱的动物，还不错。嗯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哭哭岛。好的啦，来你说啊，酷酷岛，你为什么要一直说自己是小女孩啊？我就是我内心就像天真无邪、善良的小女孩一样。那你一直说你自己很善良，是代表其他 HQ 的人都不善良、很邪恶吗？不一定啊，要看人啊，看人。那有谁是很邪恶的吗？那个汪姓同学之类的吧。我做了什么？他可怜，他一直被你们。好啊。对，其实就骷髅岛是一个算是善良的孩子，他今天下午都在看《库洛魔法史》欸。很会。这太坏了。下一个问题可能是，请你摆出一个《库洛魔法史》的台词与动作。讲出来就会讲。你说你要问谁？就是我其实 AVA 里面最喜欢的是老妖，因为我一开始其实好，所以你要请老妖到这个台上来，对不对？老妖是谁啊？也是可以啊，也可以、啊。好，来是哪一个？我还是分不出来了。哪一个？我谁说来？老妖请上来，是你吗？这是老妖吗？是老妖吗？你分不出来。刚刚那个酒桶，那个你名字提哥拉提斯什么？哥拉提斯什么东西？什么斯的？是不是？啊，酒桶绰号啊，意思就是名字。酒桶叫什么？我都知道是酒桶了，我没讲哎。好了，报你们过。哎，怎么？啊！他刚没有看，看干嘛？答对了，什么？你为什么你要绕圈圈啊？他跳舞是这样吗？不能讲啊，讲不能讲话啊！拉姆斯，用标卡牌，秘密，换题，想不到那个 L O L 到这里有比不出来的东西。什么鬼啊！回来！哦！你打！是什么？麦德利！哦！要换题要早一点哦！孵出人！小风伊德利亚！太难了！什么人？拿出去了，不能发出撞声词。咱们回来。哇！你啥好造啊？八题啊！你啥好造？哎呀！太强了，太强！这是第几题啊？第九题，有过。彩虹哎。啊，这个
绿茶不想被惩罚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好。不用我了，一定要放到嘴巴，它糖衣的话，咬一下。哦哦，臭鼬，甘草，哦，它咬这么多就甘草了，好好吃啊！我真不知道是臭鼬还甘草啊！你不那是臭鼬，不用怀疑，那就是臭鼬。会不会舔？不会舔，不会舔，甘草也不会舔啊！我真不知道是什么。好，拜拜。上次吃的方式，我认真。还有，还是这样好了。你知道我对这个东西很反感。没办法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没有看，我真的不会害你，然后呕吐。你这样子咬，你还有办法给到呕吐物，我就认了。哎，对，黑色的都是狗罐头，是不是？我就很怀疑，我觉得就是。我觉得黑色都是狗罐头，他完全没有放力。当时买两包，然后对掉。这个是青色是吧？这个黄色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来，导播跟导播哥，黄色是什么？需要图鉴。啊，牙超大的，是吗？不是吧？看它多黄！哎，发明吐司，好黄哦！哎，铅笔屑，铅笔屑，铅笔屑什么味道？铅笔屑不会难吃吧？应该是臭蛋黄。没关系，你吃下去。好，你想再吃？铅笔屑有什么味道？我还蛮想知道铅笔屑是什么味道。臭蛋，你来爆米花，你来爆米花，香蕉，香蕉玉米，铅笔屑不用怀疑哦，铅笔屑吧？玉米，啊？你不知道是好吃还难吃？是奇怪的味道。臭蛋嘛，不明不理。